勇者王，勇者王，勇者王，你是不是快吐了呢？怎么都是勇者王？那不好意思，因为始源勇者王放在老家，所以没办法世代同堂哦。那今天听到这个 RG 勇者王的消息呢，其实我还是蛮开心的啦。毕竟可以玩到新设置的勇者王，真的还是蛮兴奋的。当然勇者王的时光版呢一直都是做的还不错，它基本上就是超合金魂的简易版缩小版。那我觉得比较例外的就是这个凯浩，它真的是做的很微妙，因为它很多地方都要替换零件啊，所以就我觉得它的兼容是没那么好。那我是觉得它只是一个做身体健康的啦，感觉就是最后想要捞一笔，所以就做了这个凯浩。那它的造型呢真的也没有说很好看，你就会觉得它的四肢都不错，可是这是这个胸口让人有点无法接受，所以呢看久了就是从比较丑变成比较可以看，所以好啦，这是摆久了还可以接受啦，至少看久了没有那么丑。所以跟另外两只比起来，真的是这两只真的是帅太多了。就像初代钢弹啊，或者是变成金刚的科博文啊，还不是出一大堆，玩家有骂吗？其实不会呢，玩家还不是疯狂的收集，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喜欢这个角色嘛。所以说我觉得勇者王出现在 RG 这个系列，我觉得是个非常棒的决定哦。那我也是希望其他的勇者可以继续出下去，或者是出什么 RG 雷神王啊，哦，他如果出 RG 雷神王应该是很棒啊。那今天没有要干嘛啦，只是纯粹废话连篇啦，就是一个废片而已哦，就这样子咯，谢谢收看。